王大厨，久仰久仰。你要咋吃嘛？只想跟你进行一个简单的餐饮合作，规则我们定，钱大家一起分。不好意思，我王大厨从来不跟那俩合作哈。始立于公元877年，素以锄强扶弱、忠肝义胆之名飞升四海。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再需要大侠的年代。千年过后，这支曾经的侠义之邦，面对高楼广厦、横流物欲之诱惑，已然腐化成一帮以暴力谋私欲、以金钱获苍生的乌合大众。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你们了。听说你们的丐帮很有手段，我也按照你的意思，擒贼先擒王，把那些龙头火锅企业的老板已经把他控制起来了。恕我直言，就算我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火锅店老板都控制起来，让他们服气的话，可能路途还是有点遥远了。鸭肠布丁、火锅调料披萨、鸭肠棒棒糖、脑花冰淇淋 Fantastic， 既有四川火锅的醇香，又有西式甜点的芬芳。我们丐帮也是有节操的哈，早晓得你喊我们抓那些火锅店的老板来是推广你这个不土不洋的东西，我当时就不该答应你。我现在就回去把他们放了，告辞。再加1000万美金，刷卡、支付宝、微信支付，啥子都可以。我代表我们丐帮感谢李黑帅同志对我们巴蜀美食文化的支持。成交，成交。好，这边请，这边请。眼前这上午的容貌，便和无量山石洞中的玉像全然无异。此刻前亲见，真不知身在何处，是人间，还是天上？神仙姐姐，哎呦，妈，我错了，妈，我错了。叫谁神仙姐姐呢？
哎呦！谁是个神仙姐姐呢？你成天干这个，有用吗？张子豪，你真的把自己当韦小宝了？哎，妈！第一，《天龙八部》里边根本就没有韦小宝。第二，我要是韦小宝，那这儿就是怡红院，那您是我妈，岂不就是？哎呀妈！我错了妈，刀下留人。你出来。你先把武器放下。我叫你出来。我不。妈，你身后有人。张子豪，你又玩这一套是不是？你回头看看。我打死你！张阿姨，我是陆阳。陆阳，你没事吧？没事。哎，你爸呢？你们从美国回来了？没有，我一个人回来的。我这次回来是想找您拜师学做火锅的。真的呀？你走了就别回来！恭喜发财！嗓门还不错，只不过我看了半天，没得啥子特别的地方嘛。老头，你新来的吧？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张子豪带来的货，有让人失望过吗？那你先说一下，这八哥他到底能干啥子？哎呀，通古今，变春秋。简单来说呢，他能算命。算命，算命！哎呀，跟你讲，快点！知道，一会儿还在这儿汇合，快走啊！走啊！神仙姐姐，你是谁啊？在下乔峰。乔是老古乔的乔，峰是风靡日炎峰，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更喜欢我的江湖人称烫得很。还真是人如其名啊。你说啥子？这是我叔叔，他腿脚不太方便。你是谁啊？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我是潇潇，救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是说刚才火锅店的那帮人？嗯。他们是谁？丐帮。谁是丐帮？狗日耍娃装疯迷窍的丐帮，你不晓得是哪个？地沟油吃多了嗦，河娃子边边上卖抄手的妹妹都晓得丐帮是哪个。你给老子说，你不晓得丐帮是哪个？对不起，我叔叔他身体不太健康，请去。都病成这样了还骂人？我来说吧，丐帮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派。如果你看武侠小说的话，你应该知道。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如果真的是丐帮呢，那我就不跑了。
说不定我妈现在正在和洪金工吃火锅呢，是吧？谢谢你们两个救我，我现在要去和我妈碰面，有空去我火锅店吃火锅，再见。你就没想过，小说里的情节是虚构的，可是那些门派是真实存在的吗？少林寺掌门释永信，武当派掌门游玄德，还有离这儿很近的峨眉派掌门通勇大师，这些人你总知道吧？这些门派已经存续了上千年，那为什么丐帮不能存在呢？丐帮的人心狠手辣，如果你的母亲不幸遇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报官。啊，多少钱？40,000，府里收人呢。哎，李黑帅先生呐，要打牌也先回，人牌在我们这儿，这叫40,000，这个叫1,000,000。谁规定的？打个麻将不按我们国家的说法，还谈什么合作？出牌，快出牌。哦，这个按照你们国家的说法，那就是碗赌水，水跟薯条。哎，不要动，刚枪花。李黑帅先生手气真好，真好啊！所以说，你们国家打麻将的规矩不重要，赢了才是王道。来了来了。哎，子豪，我们刚出去采购东西去了。这店里发生什么事了？你妈呢？我也在找她。你不会又和你妈吵架了吧？哎呀，不是我，是一帮不认识的人和她打架。他们人多，我们分散了。这说是在火锅店碰头，她人呢？不会吧？你说这要是绑架勒索吧，对方总得打电话来提条件呢。这啥都不说，这对方图啥呀？我觉得这事儿吧，怕是有点不太简单呢。谁？我妈呢？子豪哥，是我。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是来找张阿姨学做火锅的。张阿姨现在不在了，我只能过来找你。哎，子豪哥，学做火锅是吧？第一，我现在很烦，没空搭理你。第二，这种没品没意义的事儿我不会做，我也不想做。赶紧走。你有完没完？我学不到手艺，绝对不会走。张阿姨不见了，那我就跟你一起去找她。什么时候找到了，我也就不会跟着你了。神经病！这么说，你同意了？同意个屁！赶紧回家吧，小屁孩。我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我爸妈他们不在这边，我是瞒着他们回来的。买机票就花光了我所有的零花钱。我爷爷之前跟我说，张阿姨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我回国了，张阿姨一定会收留我的。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肚子好饿啊。哎呀，别动！今天你可以住在这儿，但在我后悔之前，别动这里的任何东西。知道了。我妈不在，凑合吃吧。谢谢子豪哥。
别动，坐回去。对不起啊，子豪哥。你之前没见过这些东西啊？真没有，我八岁的时候就跟我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去美国了。八岁之后，我就很少回过国，所以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有见过。哎，子豪哥，这把大刀是干什么用的呀？别动，放下。那是刀吗？那是剑，是大侠用的东西。大侠？什么是大侠？大侠，郭靖曾经说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大侠就是那种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把安宁和喜乐带给别人的人。那我知道了，张阿姨就是大侠。哎，屁吧，她开个屁大的火锅店算哪门子大侠呀？可我看见去你们店里吃火锅的人都很开心啊。你不是说大侠就是把安宁和喜乐？错，真正的大侠是那种仗剑走天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人，知道吧？哎，不是，我问你，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回来跟我妈学做火锅？一个月之前，我爷爷在美国彻底瘫痪了，我就想为他做点什么。我记得他之前跟我说过，他觉得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在美国吃不到正宗的火锅。爸爸跟我说，张阿姨开了一家火锅店，而且生意很不错，所以我就一个人回来了。等我把张阿姨的手艺学到手之后，我就可以回去天天给爷爷做火锅吃了。行了，吃完面早点睡吧。嗯。子豪哥，晚安。火锅店出去，这里是必经之路，看见人就上去问，懂吗？嗯。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这个，你看一下。请问这哎，你好，你好，你好，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哎，你好，大哥，请问一下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Please contact me if you see her, OK?Thank you. Goodbye. Bye bye. 哎呀，不错啊！多年不见，十分想念。让你受惊了。哪个干的？我。流氓。执法，我流氓，我流氓，我坏坏，我坏坏。其实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啊，如果人能一辈子待到这儿的话，岂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吗？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合作，只要你
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经营你的火锅店。其他任何事情都好说。做梦吧你！你这种怀旧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正在干一件非常伟大的融合与发明。请看，火锅芝士，意大利面，中西合并，全球首创，美不美？棒不棒？就是美，就是美，就是棒，就是棒。来，来，尝一下，美味，不会有毒的。你试一口。啊？吃啊。嗯，吃吃吃吃，多吃点。怎么样？哎呀，哎呀，看看我们这些吃货的样子嘛，就晓得多好吃了。我跟你说，请相信我，我们正在携手创造一个伟大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好吃。他感冒了，感冒了。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感冒呢？啊！我不该感冒，我不该感冒，我不该感冒，我不该感冒。这个事情，你好生想一想啊。哎，里面人都出来帮了忙，把这些东西赶紧搬进去啊！哎，子豪，你怎么来了？这什么情况？不是说我妈没回来之前无限期停业吗？哈哈，啊，子豪是这样，这老板娘虽然出事了，但她也不希望咱火锅店关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吧，咱们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这对你妈是最好的安慰嘛。哎，那厨子。什么事儿？怎么了？啥意思嘛？我们就是来吃个火锅，你凭啥子给我们东西啊？不能不那些东西嘛？没得套餐还不让吃，没得道理噻！闹什么闹什么？咱店现在就这样，爱吃吃，不吃拉倒。哎，不是不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子豪，你来评个理。我们是四川人，我们是只吃成都火锅。凭啥子吃你那西餐些嘛？我们大家你看，你们认为啥喜不喜欢吃这东西嘛？不喜欢吃。子豪，你平时不是不关心火锅店生意吗？这事啊，你就甭管了。不是，凭什么不管？你这属于绑架消费者。在美国，客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你谁啊？美国总统啊？告你，这是 China 有 China 的规矩，懂吗你？我不是美国人。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能耐，你上啊！见过菜刀啥样没？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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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走吧。这事有问题，没那么简单，先看看再说啊。
豪哥，我这腿什么时候才能下地啊？你先别动了，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再等一阵子吧。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快去找张阿姨吧。这个我知道，你就甭操心了。你知道吗？那天在火锅店门口，当我看见那些食客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爷爷。他们脸上失望的神情和我爷爷一模一样。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不管走多远，他的舌头是永远不会变的。早点休息吧。丐帮发展到今天已经变质了，被丐帮抓走的人凶多吉少。丐帮这一宏大的民间组织，并不只是武侠小说的杜撰，时至今日依然真实存在。为了揭开他神秘的面纱，我们专访了丐帮现任帮主萧青。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双重身份，不仅是一名乞丐，更是一名慈善家。事实上，我们丐帮发展到今天，早已不需要那种打打杀杀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作为一个百姓里面的民间组织，我们更愿意与时俱进，拿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身到社会的慈善当中去。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说你们的厨师掌控了火锅店，而且把火锅和西餐搭配起来卖，怪不得。据我所知，有好几家火锅店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烧鸡公是想控制整个美食。烧鸡公哪儿来？哪儿来？哪儿过来？出来！老子就抓死他！乔叔，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愤怒了。咱先把腿放下啊！龟儿眼睛瞎了，老子抽筋了。乔叔，哎呀，让你不要乱动，你总是不听话。跟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乔长老，是烧鸡公的师兄。本来他才是上一任帮主洪生钦点的继承人，不过由于遭到了烧鸡公的迫害，意思，哎呦，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哎呀。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单凭我们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抗衡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支援？哪里来的支援？这个江湖比你想象的还要大，还有很多门派的继承人大隐隐于世，比如逍遥派、昆仑派、神农帮。真的假的？那可以见到他们吗？不过他们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不信，你带我找到他们。好，那我们就先从逍遥派开始。哎，您好，两位，买房呢还是租房？这就是逍遥派的传人？人不可貌相，不买也不租。山水有相逢，春风入卷来。敢问是哪位英雄？无名小卒而已。最近丐帮作乱，在密谋一件对江湖不利的大事儿。秋水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哪个地方不对头啊？经气不顺，还是阳痿不绝？那就是房事不和。
所有这些分店都有其招。山水有相逢，春风入卷来。看来病得不浅啊。欧阳师傅，最近丐帮作乱，想必您有所耳闻。欧阳师傅，算了，别浪费时间了。下一家，蜀山派。两位是要五花肉还是腿子肉啊？山水有相逢，春风入卷来。两位是要做大菜？青石道长，最近丐帮作乱，我们想请您。想什么呢？这现实里的江湖和书里写的也太不一样了。唉，其实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是想求生存。近几年丐帮把所有的坏事都做绝了。如果我们不抓紧的话，恐怕连这样的小火锅店也都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想拯救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既然不能靠别人，那我们就靠自己。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引蛇出洞。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向我们的产业的各个联络点发起了挑战书，看那挑战书的意思，好像他们已经看破了咱们的计谋，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张陛下之子张子豪。哼，哎呀，有意思了，一个小毛孩居然晓得我们的联络地点，恐怕他背后应该有人吧？该不会是……不管是还是不是。这一课总要给他们上，把握分寸，抓重点，懂噻？今天之内，丐帮的所有联络点都会收到我们发去的战书。依照我对丐帮的了解，但是美食计划被识破这一条，就足够引起他们内部的巨大慌乱。等到他们慌乱的时候，就是现行的时候了。你到底是谁啊？我是潇潇啊。关于江湖，关于丐帮的一切，你好像都了如指掌，而我却只知道你的名字，其他一无所知。其他的重要吗？很重要。你在怀疑我？是。张子豪，你疯了吗？我没疯，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很可疑。我要救的是我妈，救的是整个火锅店。我要需要知道每天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人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世是什么。身世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吗？就因为他，我就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吗？我需要的只是最起码的坦诚。什么是坦诚？一个人说过的话是坦诚，还是做过的事儿是坦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人还是坏人，你自己没长眼睛吗？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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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日亲狗子娃娃些，浪费老子功力。乔叔，你先别说话了。你过来。啊？过来。起来，以及车过去，然后把衣服脱了。起来，以及车过去，然后把衣服脱了。快点儿！哎，咋那么不落脚呢？全部光东东，光。乔叔。你你娃武功不咋样，人还是耿直。记得替我弄那娃，晓得噻，少几功。师父。曾经确实是情深弟子。20年前，因违反教义，执迷不悟，早已被青城逐出山门。违反教义？那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妈究竟做了什么？陈年往事，不提也罢。乡长们，我妈现在有难。被丐帮的人所劫持，还请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他一把。青城已多年不闻世事，个人有个人的造化，恕难应允。那我自愿加入青城，成为俗家弟子，修习外功。青城已10年没收俗家弟子，不能因为你破坏了规矩。请回吧。想不到你妈妈竟然真的是青城弟子。我更想不到她堂堂青城掌门会这么薄情寡义，就因为我妈犯过错就见死不救。这算哪门子名门正派？哎，二对面啊！谢谢。张碧霞，是你母亲吗？您怎么知道？臭小子，长得跟你妈一样一样了。我年轻那会儿啊，也在青城学功夫，那个时候就认识你妈。你妈很有天赋啊，她学得可快着呢。她是那坡里头啊，很出众的一个。那您知不知道，我妈为什么会被逐出山门？还不是因为一个情字。有情皆孽呀，无人不怨。那个时候你爸爸在青城是掌门人里头首选之一啊，你爸爸为了相守你，他不顾山规，就和你妈一块下山去。他们俩在山下开了个火锅店，哎，从此就不再过问江湖的事儿了。可你爸爸他呀，英年早逝，火锅店没开多久啊，他就被他的仇人呢给暗杀了。那个时候你妈肚子里啊还怀着你呢。后来的事儿你不都知道了？原来我爸也是，可妈从来没告诉我。这你也不能怪他。几年前呢，我参加了一个美食大会，和你妈见了一面。
他跟我说呀，过去的事儿啊，他都看淡了。他现在唯一想做的，除了照顾好你，就是经营好那个火锅店。这过去几十年了，周围的乡亲就靠那口火锅养着呢。我真佩服他呀。有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呢，对于当地的这些人来说呀，不管怎么着啊，也比不过吃上一顿这地道的火锅的那种感觉美呀。在我心里，他做的是另一种普度众生伟大的修行啊。插播一条本地新闻，老成都们的共同回忆江湖火锅店将于今日下午正式改建，上百名市民今日自发上街发起了抗议活动。下面请听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很欣慰，终于能将全世界最棒的美食传递到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一直认为舌头是最容易懒惰的部位，习惯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不断锻炼它，用更新鲜的更优秀的味道刺激它，才能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好的，开始接盘。来，慢着。什么叫习惯了就一定是最好的啊？我要说话，不要动。我想听他说，你说吧。从小到大，只要是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他们吃到火锅就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能够挽救百姓舌头的才是真正的江湖火锅。火锅店的牌子不能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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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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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爸，你放开他，我跟你回去。小小啊，我晓得你对爸爸有意见。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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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专门喊人呐，去那个烧烤摊摊上面给你买那个你最喜欢吃的狼牙土豆，来，吃点。直到现在，你还以为我讨厌你是因为这个？不是那个，那是我哪个嘛？哦，是那个小伙子说。你是不是喜欢他？不用你管。我不管，你这一辈子都是我在管。我不管。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件事儿：一个人只要愿意回头，比什么都可贵。我把丐帮建设成这个样子，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噻。难道你这一辈子都想当一个乞丐的女儿？我宁愿一辈子做乞丐的女儿，也不愿你就现在这个样子。为了钱，违背了良心。你摸着自己良心说一下，我做这些是为了哪个？造孽哟，造孽哟！
丐帮经过几年的齐心演变，招抚虽然灵敏，却存在着巨大漏洞。丐帮中人个个腐败，傲慢自大，人人都只重功其人，只攻不守。当人开始自大的时候，就是破绽最大的时候。要权有理，自负无罪，和谐其好，共创家园。只需抓住他们这一弱点，以退为进，以攻为守，时机反扑。唯我丐帮。教的，我已经倾囊相授，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破敌之日再来拜会，告辞。祖师爷，我已经根据你的指示，将最精髓的外功传给他。但我有一点很费解，这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任何外功，但他的内功却不是一般的深厚。格有格的造化，无论如何，那都是他的修行。豪哥，哎，你的脚伤早就好了，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回来。你不在的这一个月，城里发生了许多变化。自从上次更名仪式之后，丐帮就变得明目张胆起来，这周围大大小小的火锅店被他们收得差不多了，其余的多半也就是时间问题。时候到了，我该走了。你要去哪儿？直捣黄龙。杜地主来。哎，我不还得站岗的吗？现在江湖里有哪个不要命的敢动我们丐帮的？来，说的也是，来来来，争气争气。哎，说，你来干什么？我来和你一起救张阿姨。怎么还拿着这个呀？别添乱了，赶紧走。等等我，子豪哥。Thank you.
来不及了，赶紧走。你爸现在在哪？他每天都会去西面的亭子前，被抓的老板都在那儿。啊，他要说服他们合作，你们母亲肯定也在。好。让开！闪开！子豪哥，那儿。感人呐，感人呐，果然是个小娃娃，哦，离开妈就受不了了啊。哎，这个还多了一个小朋友啊。我是来帮忙的，你这么做不对。好好的火锅店，你为什么要改造成西餐厅？对与错，那是你们小娃娃自己计较的。我们大人只讲利和弊。去他妈的利弊！有你这样他帮主的吗？你丢不丢人啊？洪七公要是还在世的话，都得被你活活气死。是哪个规定的丐帮就必须得穷困潦倒当一辈子乞丐啊？武侠小说的年代早就过去了。这才是现代的江湖。把潇湘弄过来。你快去救我妈。
姨，我给您松开。我今天实在太忙了，陆阳，好好帮我招待三位师傅。我现在过去了。好，哎，来来来来来，今天实在太忙了，招呼不周。阿姨们先吃着啊。哎呦，哎呦，你们来喽！好，师兄，先不招呼你们了啊，事儿太多了。你忙忙忙忙。又来四份毛肚。师傅，乔叔。师傅，你不是？不是傻子。来，给你个礼物，以为老子死了啊？老子就是睡了会儿觉，大惊小怪的。哎，师傅，快请进。慢点，慢点。坐这儿，坐这儿。师傅，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这个是好东西哦，这个是我们丐帮几百年传下来的打狗短棒。打狗短棒。配上我配给你的武功。简直是天衣无缝，这个挺贵的吧？不带钱，你是我徒弟。哦，我们的已经上了。哦，不好意思啊，记错了，记错了，没事。上菜喽！哎，好嘞。老大，我们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究了？老人家。前段时间呐、啊，吃那个西餐，吃的我都想发吐了，真的不行了。只有吃火锅，火锅才是我们的钟爱。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要低调，不能让他们看到是我们在吃火锅了哈。爸，爸，您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一个呢，冰雪聪明，端庄大方；另一个呢，洛杉矶户口，还有美国绿卡。哎呦妈，这些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我心里有数。啊，我替你发愁呢。不用愁，妈。哎，你小子行啊！现在会武功了，哎呦妈，哪有您武功高啊？是不是？阿姨，哎，这是我妈，辛苦了，这是我。朋友们，出来吧！休闲感，我超级成都娃，就耍了一转全国，远面都晓得，老子明天不上班，有本事不愁吃不愁钱不愁穿，我出错不在成都待到耍不欢，大事坑掉。搬到成都不能走，将成都话我不会 flow。You know what? Let's go. This other city is a takeover in China, so let's go.成都 ，I see， 成都。
快成卢武侯子，望江楼粉南河浣花溪，九眼桥南桂坊少林路，蒙锥湾电视塔两家巷，万里豪锦江宾馆，荷花池马家花园，宽巷子窄巷子通惠门，大慈寺少城街人民公园，后子门天府广场，燕市口人民南路，武侯区、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成华区，你在哪儿？你晓得噻，悠闲是成都必须的节奏，是走一步看一步，管不到那么多，态度是放荡不羁的，只想吃火锅，我不想吃西餐。你问我有好大的愿望和志向，我回答是可能没得。如果你听完就表示了看不上、瞧不起，我就说你凶嘛噻。成都粉儿也不是给你耍奢华，开奥拓也叫做有车哈，走嘛，请你吃冒菜。哦哦，我没带零钱哈，你帮我给哈。车开慌了。小心撞车，外头的天气别呆不透也哈，不忧愁哈，富贵在天，累了就歇哈，怄气多别挂，要堵车就随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没得用噻，不爽了就骂两句脏话，反正你没得事，现在有空噻，我带几个手表就装，没得等时间它慢慢的流嘛，看成都就像一辆商务车，舒适的丰田埃尔法，开车在二环路高架桥绕几圈，没得事只是想绕几圈，停会儿过开会儿。车抽会儿烟，状态是星期六星期天，后视镜楼房就在两边，我感觉是飞在了城市间，彩色的装饰灯挂满了建筑外，灯不灭，请走过万重山。我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慢慢的悠闲，我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慢慢的悠闲，打麻将、泡酒吧、麻辣烫，人都爱耍。成都，盖碗茶、晒太阳、掏耳朵，人都爱耍。成都，吃东西排长队，龙门阵摆的潇洒。成都，街上的好车要把你的眼睛看傻。成都天气好，粉南河河边去站会儿，太古里后头去转会儿，晚上在天桥的底下喊朋友洗三四哈，一起吃串串儿。喝麻了烟，烧了半根，但你就一直没看到他抽过。哎，龙门阵摆的是悬的，给你说我高考考了一万分儿。看街上的风景是门儿，各种的串座才不一般。哦，路过的帅哥都变成了观众，眼都望穿了，又来了三个。嚯哟，幺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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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幺。是包一包一包一次哈，年轻漂亮幺儿耶，高档的餐厅都要不得，好吃的馆子叫苍蝇儿，卖完就没得了，多的不 care， 是典型的成都人光圈儿。老板的性格都跟我一样，你爱吃就吃，不吃就走，你爱听就听，不听你丑，活得很洒脱黄金儿，太胖的叫胖儿，太瘦的叫干心儿。哎，韩国的偶像开演唱会，除了门门口都全都是串串儿，街上的气氛都非常的热闹，和冷清他从来不沾边儿，在挤的车流中都可以看得到有人发广告的单灯儿。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个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个是成都。